cause nobody's done it. Y'all don't think I can run it, but look, I've been here, I've done it. Impossible, please, watch I do it with ease. You just gotta believe, come on, come on with me. Just one day, watch this madness, colorful charade. No one can be just like me anyway. Just like fire. I put my armor on so you are strong, yeah.
Cause she trying to get ahead. The more I read it, yeah, the more I take offense. I'm so defeated, I can't get outside my head. I post a picture of myself cause I'm lonely. Everyone knows what I look like, not even one of them knows me. Yeah, I just wanna drink tequila with my friends. I'm so defeated, I just want this shit to end. So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m
作业吧。好。快点，站住！走走走走走，别跑！被追上了，装，学抽烟还，会抽啊你？哎，怎么？回去接着玩？换个网吧。行，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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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刚干嘛躲那里啊？继续跑不就好了？你们跑得快，我跑得慢啊，那不挺好？有你垫后，我们不就跑掉了？就是啊，抓你不就好了？你，跟我走。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啊。哎，奇怪，他怎么了？待会去看看。你妈妈呀，这回病得挺重，现在家里有点困难，你呀得懂点事儿，放学以后过来多帮帮忙。我说半天，你听到没有啊？带不走我的苦衷。
你删的自由，干嘛？写下一个传说。生意越来越好了，我说辣点好吧，都三碗了。老板，您要最辣是吧？老板，我先来一碗。坐坐坐。刚才那哥几个真准，别提了，听说他们还有玩狙的，今天没来，那更准。他要来了，咱不得吃四碗？是啊。你们是从网吧过来的吗？啊，对呀、啊，就那边那个。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那快点回来啊！哎。CF 天下最大挑战赛，够嚣张的。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来试试啊！敢不敢来一局？怎么玩？你赢了，我们请你吃麻辣烫；你输了，你去吃三碗麻辣烫。敢不敢？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这个 CF 挑战赛？赢了有麻辣烫哦。来一局吧。传单传单，来来来，一人三碗，认赌服输啊，看好地势啊，不要走错了，一碗都不能少。呼叫队友，谢谢志远。他哭了，天下最辣生意太好，忙得眼睛都出汗了。好啊，
我了。哎，不是麻吉烫吗？啊？什么麻吉烫？什么麻吉烫？写错字不知道。哦，对，我就说之前那个字有问题。那么多天你们都没看出来？嚯，你们看出来不说啊？我看出来了，我再次告诉你。我，哎哎，好了好了，发这么多，好了，来吃吃吃吃，太丢人了。是，试一试，我做的。什么？我做的。这你做的是吧？那我们好歹试一下好吗？不是，他真的熟了。双眼天空如此美妙，一口一口吃啊！给我们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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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骄傲，梦想生命让我发烧。先生，我们好了，多快呢你！走，再来一局，为你先行。哎，工作人员，干嘛了？大声叫！来呀！风会带着我的引导，梦会做我的符号，大海会当我的宣告，多美好！快点，曲曲折折，磕磕碰碰，深深浅浅，重摔倒，跌跌撞撞，进进退退，爬起来再微笑，浮浮沉沉中由我自己来主导，属于我的思考，在这条路上用力赶超，用力寻找，用力抓牢，用力挺起胸膛向世界跑道，现在出世高傲，把自己的脚干巴的，干巴干巴干巴的，呀！给你一只手砍掉，给你一百万，你要不？把一个手砍了，一只手起码不得五千万。哎吼，哎吼，三个，收点，大家都有一个，有一个。就把我，中路的跑了。哎，少爷，你的麦太小，刚才说啥？你那麦啥麦啊，哥？那他妈蚊子叫。没事，反正老外他们听不清，你就大声点，要么就就起来呗。大白了，白了，旁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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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站上一个，旁边一个再站上一个，到这边小心到点，到这边站上。哈哈哈哈。没用了，没用了，他们都 F 四甩狗，大大方方给我击跑。没事，我拿刀了。哎，几点几点？小张家，小张，小张，爬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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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三枪，拉小张下，小张下。哎，帅啊！要不要姐姐？嘻嘻嘻。后路去打道具，别急，麦哥哥，别急，这边谁一扑你们，打道具，这边。打死敌人，敌人，敌人。好，来两个，怎么样？离开石雪，离开石雪，走到上面。哇，兄弟！
聊会天，聊会天，聊一会儿，聊一会儿。看过了，自己给自己剧透的，还搁那。这抖音上的带了名表，我上班就为了休消遣时间，我无聊。人呢？干啥？可以了。哎呦，你俩真的。快点回来捡包。来清玉点，直接被清掉，浓浓的双三杀，漂亮！这次是一个重防，伤是有点慢。我当然桑尼炸掉了沃夫，阿达二，包点被桑尼打掉，阿达一，桑尼的三杀。这雷杀也是神来之笔，这汉宫这中路不打成一把就不罢休吗？希尔又是这个位置，阿卓龙龙在小门被打掉，阿卓的希尔两个，联盟还一个双杀，三打三，找到了沃夫换手枪，又被联盟打掉，联盟已经单出了三杀了，四个，有机会一 v 五吗？啊，不给机会大家，看一下这个三 v 三的回防，九八一个一换一。桑尼双杀，只剩龙龙也被打掉，桑尼又是桑尼的一个三杀，和卫星基地如出一辙，必点的回防三杀，清波就两边的这个交叉点位。哎，这边的话，小林我直接刷掉小林的三杀。八又是很快的就进来了，没人看见吗？一个十八双杀，三杀又是十八，哇！这连续三分真的，对，就是输在了十八一个人身上。但这边的话，十八跑特别快，十八这个补位真的是快。哎，这边闪光是扔吃了，而且往往是一些关键的点位，他总是可以第一时间补到位。是的，哎，这边是不掉。没有看到 SV 这边是真的快，打掉念旧，漂亮绝技，又是绝技，又是绝技的三杀，念旧主动打，打掉 A 连宠儿两个，哎，拖你一下，控你一拍，看一下马哲，念旧四杀，漂亮念旧，这真的是配合的好。都是最后的这个残局输掉了，哎，现在是一个一换一，一换一掉掉一个，还能打吗？两个漂亮，把这掉到三杀，三打一，小刀下看林肯能不能换到人，一个两个，漂亮，掉掉追到一个，这一波是成功刷掉了，是的，这注意力全部都在掉掉身上，然后林肯拉出来两个漂亮击杀，三 A 三个，对，掉到了一个双杀，哇，二 v 五，啊，这两个人刷了五个，是的。是来到赛点，看一下欧的一个闪光弹，直接抢到包点前点的位置，但长须这个闪光弹很针对，直接砸到包点来，我不保远点砸，脚下念旧一换一，但十八冲上来很快，两个三个，那没了，就是林肯，这次又是欧，又是打掉念旧，长须被打掉，是的，十八又是很快的就进来了，没人看见吗？一个十八双杀，
三下又是十八，哇！这连进三分，真的，只能说是输在了十八一个人身上。毕竟是来到赛点，看一下欧的一个闪光弹，直接抢到包点前点的位置。但长旭这个闪光弹很针对，直接砸到包点来，我不往远点砸。脚下练就一换一，但十八补了上来，很快两个、三个，那没了，只剩林肯。大家好，我是十八。那你觉得有什么想要对你的对手 AG 说的吗？其实都是老对手了，然后我们在比赛之前也是都坐在一起聊天嘛，然后其实也没什么说的了，因为都很熟了嘛。那今天比分看得出来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有没有专门采取一些战术策略之类的？因为就是这些比赛图我们基本上都是预料到了，就是在比赛之前，然后也是看一些他们的之前比赛的视频，然后研究一些打得更合理的战术吧。那今天面对到 AG 有没有之前专门做一些备战啊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问问我们队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赢了。好，那你觉得你们今天你们队的话发挥怎么样？表现赢了自然表现就是好啊。那这个赛季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从第一赛季到十三赛季都是冠军目标。那我觉得今天战队，就是说今天战队总体发挥也不错，但对方战队的蛇哥好像表现也不错，你评价一下他的发挥好不好？其实我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不会注意对方哪些选手发挥的好，然后你说他发挥好的，可能他指挥，其实他也是现在是 AD 的指挥嘛，然后其实还要做到击杀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上赛季我也是他这样的吧。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自己的队友说的呢？就是争取拿下常规赛冠军。现场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妮妮，这里是2018穿越火线职业联赛秋季赛的直播现场，我们现在在江苏太仓 VSPN 的演播厅为您带来直播。那今天是9月7号，要进行的是常规赛第九轮第一日的比赛，本赛事由自然堂独家冠名赞助，自然堂男士龙血护肤瞬间能量满格，热血上火线，同时还要感谢爱公和玩家国度对比赛的赞助和支持。收看火线职业联赛赛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直播平台企鹅电竞、合作平台斗鱼、虎牙以及全民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本赛事由企鹅号全程报道，关注企鹅号，关注 CFPL。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合办单位太仓天镜湖特色小镇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搜索“穿越火线赛事”，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有趣的赛事资讯和你意想不到的观赛福利。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穿越火线赛事，编辑微博话题 CF 双端职业联赛，参与微博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也希望各位 CFer 们不要错过。好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场比赛的一个赛况。上一场的比赛日，第一场是汉宫对阵游九，最终汉宫是以2-0战胜了游九。第二场 SV 以2-0战胜了 AG。那么以上呢是上一个比赛日的赛况，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的赛程对阵图。今天只有一场比赛是由 EVA 对阵汉宫。那以上是今天的赛况，也希望今天参赛的所有选手都有非常好的发挥，有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废话不多说了，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比赛。那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即将比赛的队伍，首先要有请到的就是 EVA 战队，让我们欢迎他们登场。有请 EVA。
那本场比赛对于 Eva 来说可以是异常重要了。季后赛的积分来看啊， Eva 跟 BD 还有晴酒进行激烈的季后赛两席位争夺，所以对于 Eva 来说，他们需要的就是在本场比赛争取到胜利，让他们在这场争夺上有一个有利的位置。那相信他们今天的发挥也不会让各位 Cipher 们失望。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他们今天对阵的队伍，让我们欢迎汉宫战队登场。有请汉宫，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的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汉宫出现已经成为了定局。今天要面对到的是 Eva 战队，他们拥有的选择项呢显然更多，因为他们实力是要高出对方的。他们是将尝试应用新战术在比赛中，那看看效果，还是不暴露更多的前提下能够稳扎稳打的影响我们今天的比赛。好了，那么一切的之后我们的这个赛况都是意犹未知的，也我们的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现在十位选手呢都已经入席就座了，下面就让我们把时间交回给解说席。
Thank you.
小雷来了。战斗开始。烟雾弹。
Go, go, go! 作业本啊，很松吗？还没丢开始，烟雾弹。
烟雾弹，手雷来了。中路，中路近点一个，中路的人。你杀了第二个人，来了来了，小英姐，失败。还把没开枪的，还把开枪的给我，让那帮土货活该挨命啊！三十九，三十九，那个帮开枪的，出发吧。我们，还开枪的给我，给我家的。啊。五十逼桥反白了一个，黑板一个，逼桥还在。Kill!
手雷来了。Come on.
我饿了，饿了，嗯、吃，给。不吃，但是我还饿。你饿了不吃，你要成仙啊？错，错。皮肤饿了，急需饱满啊！看到这个没？自然堂男士喜马拉雅龙血啊，补充肌肤能量，上泰坦之后皮肤都能杀敌，是吧？嗯，我也饿了。这座城市森林，每个人都很忙，忙着逞强，忙着学乖，忙着不睡觉，忙着归于都市，却忘了来处。传说，男人本来是喜马拉雅的动物，自然活力，满腔热血。跟我回去吧，回喜马拉雅，找到龙血植物能量，从肌肤开始，找回男人自然的样子。自然堂，全新男士，热血上市。忘不掉的是初心。奥运健儿再次夺得一枚金牌。梦想不分大小。从来不懂放弃。因为初心，才有梦想。为梦想坚持，抵达荣耀之巅。
开始。Smoking grenade。烟雾弹。小心闪光！Black.
来了。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Thank you.
小雷来了。Go! Hey.
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手雷来了。手雷来了，快点，俩，我们俩小两个，小到两个。
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力量。烟雾弹。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妮妮。那么上一场比赛呢，最终是汉宫获得了胜利，2-0战胜了 Eva。 那获得 MVP 的就是在我身边的你直接跟大家介绍 Sunny， 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汉宫的 Sunny。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第一局的比赛当中，你们是大比分10-3赢了对手。那觉得，我们也看到，就是第一局大耀的发挥，其实他的狙打得特别的抢眼。那对方 Eva 呢，作为潜伏者，一连丢了好几分。如果说你们战队啊，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打多数的话，你会提什么好的建议吗？我们这边如果是少数打多数的话，就尽量抱团，就清他们人少的地方吧，然后再打残局。那你觉得今天对方 Eva 的发挥怎么样？今天他们发挥挺好的，枪也都挺准的，可能是我们运气比较好一点吧。觉得是因为运气比较好，所以获得了胜利的。那你觉得他们队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吗？他们队挺好的呀。好，那也有很多 C 粉关心啊，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常规赛的最后一轮了，也马上要备战我们的季后赛。那平时你们的一个训练强度是怎么样的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平时我们训练就是下午1-2点就开始练枪嘛，练到5-6点，然后吃饭，然后吃完饭就7点钟乐队，然后训练到1-2点吧。那平时这种训练会不会有压力？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压力的，也挺累的。那你自己会用什么方式来缓解这个压力？就出去跑步啊，下午靠运动来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是吗？好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好了，那么下面也就让我们进入到广告时间，然后把我们的画面交回给解说席。